好的，接下来我们再去看一个可爱的小男生。顺德伦教派出所接到报警，说有一名小朋友走失了。当小朋友看到民警叔叔时，就主动说自己叫小智，今年5岁，在跟爸爸到文化广场玩时走散了。他还说自己认得自己的家，但不知道如何回去。于是民警就带着他逛街，看看能不能找到回家的路。这边。不错的。这边是哪？等到伦教工业区木工机械城，小智终于确认是熟悉的道路，一下车就直奔向一间出租屋。哎，有人吗？喂，喂，有人吗？哪里的呢？不要跑！而心急如焚的父母在这个时候也在外面四处寻找儿子，在民警和邻居的帮助下，一家人终于团圆。